大爷接着忽悠，咱们接着忽悠，我们就去干。谢谢各位老铁。
打我的井，我出来，我写写他马上就打掉，给吃掉。哎呦，厉害吧？厉害死了，不是厉害啊，他真的厉害的不要不要的，这个。几十万再交钱。哎呀呀，舍不得。你是，哎，你这不行，你上个市嘛，上市给直接给打掉就行了。行，我真的不管了。你给咋个咋个去吧。那我看我讲这个妈打掉日吃比酱的好，你给吃吃我给喝喝、嗯、没治了好吧，也不管了，不好给你给怎么做也不好，不吃那个高招反正你跑不掉。
一讲上。叫啥你来了还吃啊？叫啥我也就是谁怕谁啊。开张谁怕谁啊？最后的高招，最后的高招建中。走高招走。行啊，我两个兵还没出动。